看一下新出的简易双剑。我擦我擦我擦，好，天科极限880啊，看这把武器到没到880，感觉像是到了。13段宝石乘以25的命中，加590的命中，除以3，加546，伤害的话851，双加31乘以0.67啊，加上851，这把武器871啊，天科一线871.77，而且是存伤啊，大唐官府天机啊，这个能卖多少钱？有人说20万的，这把武器20万，我觉得5万啊，5万都稳稳的了吧？870的武器啥时候能卖20万了？735啊，130的简易武器，这个时候有单家就跟或者有双家就跟能跟咱们比一比了啊啊！这把武器是744加力啊，744加力，比咱们的高，力量比咱们高，造型比咱们好。你们刚才说20万的兄弟，这把武器命中比咱们好，伤害比综合。出伤比咱们高，双加比咱们高，造型比咱们好，还打完宝石889还没卖出去，你跟我说这20万啊？而且刀还双种族，能玩个十多领。这把武器看一看啊，549除以3啊，加546啊，是862。862的话，存伤已经是达到862了，咱们那是871，那你们觉得10点伤害好，还是42连体减6免好啊？对吧？所以说就别说了啊。